看周杰伦结婚后幸福迎来一对宝贝儿女。21日，他分享了女儿和老公的可爱对话，笑翻全场。昆凌目前跟着剧组到比利时拍戏，她也带着宝贝儿女前往片场，以便就近照顾。就在周董跟小周周视讯时，她问了女儿一句：“比利时好玩吗？”没想到下一秒，小周周竟回呛：“爸爸，我们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玩的。”被妈妈笑柯以：“你的工作是什么？应该是团刊队长。”贴文附上片场照片，他和一群工作人员手拉手围成圈圈，小小侧脸抬头看着大人们，显得相当投入，同时也成为现场的工作证明。网友看完对话笑赞完成可爱爆表，爸爸自己才玩得最开心，用粉丝召集催生专辑，只有一首歌真的不够啊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